边稍微剪一下啊，看起来很棒哦。我好无聊哦。你不是认真的吧？这堂课最好玩了。嘿，毛利，你耳朵后面有东西。有什么？哇哦，那是从哪里来的？你是魔术师吗？或许就……哇哦，太酷了！哇哦，这给了我一个点子，我需要很多厚纸板和一些弹簧。现在我可以来做一个盒子了，慢慢成型了。对，应该可以了。Mindy， 你得看看这个。啊，那是什么？哇哦，是你做的吗？你还没有看到最厉害的部分呢，看，他们吃硬币哦，还不错，对吧？再吃一个吧，正希望你会这么说。我需要专心点，我可不想犯任何错误。嗯，那鼻屎超黏的。啊，那是什么？是我的猫咪啊，我知道，它超棒的，会嫉妒是应该的。我也想要，你看看它。猫咪。可以借我拿一下吗？当然，我开玩笑的，骗到你了，你很坏哎！我才不可能让你碰到我的小猫呢！哼，他人真坏，让我给他点颜色瞧瞧。首先把这张卡片剪成两半，现在我需要胶水，在边缘的地方挤上胶水。我这边有一段带锯齿边缘的卡片，把它放在胶水上，把锯齿边将折下来做成一个盒子，将纸卷在木竹签上。把这个放进盒子里，我还在这卡片上跟了一个槽，这位是箱子的顶部。从槽中把纸拉出来，然后在上面画画，就是这样。毛里，快来看看这个，这是一部 Hello Kitty 卡通哦，挺酷的，对吧？什么？你从哪里来的？要是我也有就好了，只有一个办法了，我可以拿东西和你交换。你知道我想要什么？完全值得，又柔软又可爱。哇，我怎么没见过这样的东西呢？真是有史以来最赞的玩具，玩一整天都没问题。闹钟已经设定好了，该睡觉了。我好像忘记了什么，但是是什么呢？等一下，我忘记要考试了。哦不，真是糟糕，我得要温习一下才行。希望现在还不算太迟。好，我可以的，只是一个学期教的东西，会有多难呢？好累哦，但我必须继续温习。很用功嘛，我拿了一些零食给你啊。哦，你最棒了，我知道。啊，那是什么？嘘，我需要温习了。你的灯在闪呢。嗯，肯定有什么问题。现在完全坏了，糟糕了。希望你不怕黑。等等，我有一个办法了。呀，来动手吧，在纸杯上画出星星，然后把星星剪出来。在杯子的边缘放一张卡片，然后拿一根木棍穿过杯子。现在我需要很多纸板圆片，把它们堆叠起来，并在纸板和杯子上钻洞。现在把灯串塞进杯子里，把木棒插入纸板圆片中，一盏可爱的台灯完成了。哦 ，Mindy， 这个你温习的时候可以用。哦，哇哦，我正需要呢，太完美了。祝你好运，小甜心，你可以的。没错，我可以的。这本书真的很有趣，不过阅读还真辛苦，而且越读越饿呢。我需要一些食物，还好我有备而来。我要吃点糖果。嗯，真好吃，我现在超快乐的，没有什么能破坏这个氛围的。你觉得你在干嘛？把糖果扔进垃圾桶，很不公平啊，人家正在享受呢。你明明知道规则的，我对你很失望啊 ，Mindy。继续念你的书吧。我比他狡猾多了，我还藏了很多糖果呢。不行，不行啦，或许可以，一定有方法可以吃糖的。等一下，我想到了，从一张卡片上剪下一朵云，然后在上面粘上眼睛和嘴巴，把边缘的部分涂上胶水，并将泡棉粘在上面。当然还需要一条拉链。它变成了一本可爱的笔记本，但当中可藏着美味的秘密哦。嗯，像是甜甜的彩虹一样，这还差不多，老师永远不会知道的。Mindy，你在做什么？没有什么。嗯，好吧，别破坏我的洋芋片时间。准备好了点乐子了吗？耶，你可以跳超高的。糟糕，我做了什么？我是怪物。妈，
你看我的泰迪熊。哦，别担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办。我只需要个透明胶带，剪掉一小段，然后用粉色的笔上色，把它整个涂满。接着在中间放个吸管，然后把胶带贴过去，然后对吸管吹气，完美泡泡。把尾端捏住，封好，多做出几个不同大小的泡泡，然后把它们粘起来，用立可白在胶带上画画，从大圈圈开始，然后把它涂满，接着画个眼睛，加上鼻子和嘴巴，这肯定会很可爱。把纸耳朵粘在上面，好，你看，又软又蓬。哦，安妮，你看这什么？哇，超可爱的，超想捏一捏的。你捏吧，但轻一点哦。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耶，来玩吗？午餐行吗？等等见哦，拜拜。我的包包呢？把标志粘在这里。我开张了。哦，有客人。嘿，妈咪。好。哦，嗨，克洛伊。欢迎来到我的小店。有看到喜欢的吗？我可没时间陪你玩。这要38美元，算了吧。没关系，我还有很多东西哦。嗯，现在又是哪招？火烈鸟，真可爱，真诱人。但算了，宝贝，我在找我的包包。我有刚好能用的，这今天刚到货呢。我的手提包，给我。你得付钱啊。我没钱，拍死哈。好，那就不能给你了，给钱。但，好吧，我付钱就是。等着，我得拿个东西啊。真闪亮！你真蠢吗？我只收现金。我赶时间，克洛伊，该怎么办呢？等等，我有了。啊，这应该行。我需要这手套和这盒子，我马上回来。先把盒子剪成几部分，然后需要胶枪，沿着这部分涂细细一条线，这样应该行。然后把它粘到大矩形上。按一按，确保它有粘好，然后剩的也照做。最后一部分上有插槽，接着需要纸条，把它卷起来，卷好卷紧。最后一小部分拉出来，这样把它穿过其中一个插槽，看起来不错。沿方形纸板的边边涂胶水，幸好戴手套，把它粘到盒子顶端，它会稍小一点，但就是要这样才行。接着是最后一片。这部分只涂三个边边，把这块按角度粘上，很不错哦。然后来装饰吧，沿着边边涂胶水，然后用黑色材料盖住它，可不想有任何皱褶。留一点多的材料给后面这部分，然后加上白卡，这会是面板和按键，把数字均匀间隔排好。接着需要信用卡，付款成功，收据会从顶端出来，希望克洛伊会喜欢，来看看吧。这样你收信用卡了吗？哇哦，这真酷哎！每家店都需要刷卡机，我的生意蒸蒸日上呢。那我可以买包包了吗？哈？哦，当然。就期待你这么说呢。把卡从这插进去，然后交易完成。和你做买卖真愉快。那，终于我能出门了。这啥？这怎么掉出来的？哦，这是在闹吧？嘿，现在我该怎么办？我还有更多产品哦，妈，准备好你的信用卡吧。嚷嚷，咻咻，哔哔，差一点呢，让开，接过，什么也无法阻挡我。哗啦啦啦，吸地板喽，感觉真活力旺盛，这是不是棒透了？呜滴嘟滴嘟，等等，踩紧油门喽，哼。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！怎么家里这么脏啊？哈，吸尘器吸不了了，这是哪里出了问题？我不懂哎，怎么不能用？这还真怪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哦，我早该料到的。嘿妈，来飙车吧！认真吗，克洛伊？我在打扫哎，这该丢了。哼，你总这么扫兴。仔细一想，真讨厌。等等，你干嘛这样看我？我有了。
从披萨盒上剪几块纸板，然后拿出胶枪，从这块开始，沿着边边涂胶水，这样够了。把它粘到大矩形上，另一边也照做。剪下一长条纸板，这可以折起来塑形，用胶水把它固定好，把这放在一边，在汽水瓶盖上戳个洞，插两根吸管进去，得插好插紧，可不想让它松喽。然后涂胶水固定住，沿着瓶盖外涂。我在纸板上戳了个小洞，把吸管穿过去，穿出这洞。接着需要更多汽水瓶盖，用木签穿过吸管，吸管比木签稍短一点，汽水瓶盖可以放在任意端，然后用胶水把整个固定好，来试试吧。哇哦，瞧它滚的呢！把这固定到纸板底部，加上最后几个装饰，比如灯和窗户，在汽水瓶盖上套个气球，帮气球充气，来试试吧。小心哦！啥鬼？这啥鬼啊？哇哦，这真酷！我就知道你会喜欢。谢了吗？小事一桩，宝贝。等不及想试试了。应该好了，发动引擎了！哇哦，我超爱的，它真快！哦不，糟糕，又撞上去了！还有，赔谁吗？希望你有保险啊！我真该料到这个的。来吧，冲啊！这超赞的，冲啊妈！当父母真不容易，我们懂，但我们来帮你了。我们想出了几招妙计，要让你的生活更轻松，不用谢我们，这是我们该做的。我超爱这腮红颜色。哦，有人打给我，最好接一下。Hello， 哦嘿，女孩，真的吗？真的假的？啪啪啪！哦，妈在讲电话，我也想来一下，是不是？你得亲眼看到。啊，晚点聊。贝拉，我真是大人哎，但我需要个真的手机。我不能那样，但无法抗拒。嘿嘿，完美做爱。哦，我的小女孩在这啊。失败了，撤退，撤退，我才不会放弃。小心点。哦，你需要点粉，安妮。我刷，我刷。嘿，真可爱吗？好，这次一定行。哦，你要给我一个抱抱啊！你真暖，我真需要呢。我就是想要给你个抱抱，这真是太荒谬了。妈咪得赶快准备好了，我永远拿不到那手机。不错，最好去拿手套了。啊哈，时机来得刚好，我得快点。我们真该约个午餐。在这啊，真软呢。我喜欢这点子，还有。安妮，不，我会救你的。哇哦，你怎么办到的？我对你真失望，安妮。抱歉吗？你不能拿我手机玩啊。等等，或许你不需要哦。我有个好主意了，这盒子正是我需要的，该来开工了。先剪出个小纸板，快速打个草稿，这会是个手机轮廓，真是满满艺术魂哎。接着来添加细节，这会是按键，目前还不错哦。然后画出荧幕，接着这边也照做，这会是手机的另一面，幸好我手很稳。然后把它剪下来，真简单，把这两片翻过去。下一部分得使出胶枪，沿着边边涂胶水，不需要太多。然后拿出一张瓦楞纸，把它粘到胶水上，这会是手机的侧边。把它整个包好，长这样。另一片纸板可以放上面，其他部分也照做。开始成型了，把它们接在一起。我有个小金属支架，这应该行。把它粘到纸板里面，这会让它能掀盖，就像是真的手机呢。接着来上色吧，这部分用立可白来涂，用粉色的笔沿着边边涂。把它翻面，另一边也照做，但还没有完呢。把这可爱的凯蒂猫粘上去，我剪好了要放荧幕的位置，插一张图片进去，这样应该差不多了。等不及想给安妮看了。
瞧瞧，这是什么？再试一次。Hello， 你想跟安妮说话？哇，真不敢相信哎！这给你的。真的假的？哇，这超酷的！我有同桌的电话得打，他们最好回我。Hello， 安妮。你不会相信我今天有多棒，你肯定会笑歪的。快跟我说。哼，我还以为美人鱼会更好玩的。妈，这听起来可不妙。妈咪来了。克洛伊，怎么回事？告诉妈咪。这些玩具超无聊的。哦，等着。哈，这啥？你试试啊。这看起来真好玩。过来这里，小鸭。瞧这些颜色，会玩上瘾呢。这应该够他忙的了。把小鸭放在上面。就这样，妈，这是在闹吗？我只是想读个书啊，又怎么了？我拼完了。哇哦，你真是小天才！我找点其他的哦。那给你，好好玩也慢慢玩哦。啊，这才对嘛！把图片对起来，这能有多难呢？哼，超简单的。啊，真无聊。别又来了。哦嘿，皮卡丘，你还好吗？哈？瞧，我排完了。肯定有什么你能玩的。我想想看啊。可恶，快想想啊。没有，我想不到。该怎么办？等等，真好奇。啊，我知道了。这能解决一切。等着，宝贝。我需要一片纸板。看一只剪刀，把角落剪掉，剪成曲线状，真完美。接着来发挥创意咯。下一部分需要拿出马克笔，在纸板上画个小方块，然后分成几个部分，做成九宫格图样，把每个方块编号，然后把九宫格剪下，先把它放一边。拿出一张粉纸，用这贴住方框，真缤纷哎，把它翻过去。在背后用口红胶涂一涂，得确保它超黏。这会是框架，接着需要一张白色的空白纸，在上面画爱心，然后大概画出个皮卡丘。可不想偷贼，这得让克罗伊玩得超开心的才行。真是压力山大哎！快速涂个色哦，可不能忘了皮卡丘。真希望我有这样的玫瑰脸颊，这真是个杰作。然后继续处理九宫格。把它翻过去，涂上胶水，然后把我的画粘上去，可不想有皱褶。把它剪成竖块状，该把它放进框架里了。把它们像这样排好，整个是超棒拼图呢。好了，应该行了，克罗伊肯定会超爱的。哦，我差点忘了，得把它们移一下。哦，克罗伊，我做了这个给你。你有看到吗，皮卡丘，超赞的。似乎成功了呢，这我好晕吧？这看起来真难。把这块滑到这边，然后移下这一块，得专心点。我得好好放松一下。等等，我想检查个东西。啊，这才对嘛！这是最后一片，妈！认真嘛？干嘛？你看，皮卡丘。好，那已经解开了。我真以你为傲呢，我想再玩一次，超好玩的，快点，妈咪！哦，你看，我喜欢生活中的好东西。我比较喜欢用钱山峰，这才像话。这给了我个点子，我得来开工了。把这纸剪成四份，然后用方形来当模板。接着把方形折起来，直到变成扇叶，剩的也照做，然后来艺术一下，再涂个色。得画个眼睛，然后组装起来，用胶水粘在一起。接着把它整个折起来，需要个握柄。这线可以用一下，把它粘上扇子，再
点装饰，然后涂个色，把它粘在这里。哇哦，现在能扇扇风喽！Hello， 鼠牙粉们，欢迎来到比赛，来看看参赛者吧。嘿，我很高兴的来参赛。这是你的零食盘，莱西，一个给你，米娅。哇哦，好多东西，这可以赢。嘿，趁着破烂的家伙过来。怎么，帮莱西点忙？可以哦，你真幸运啊，莱西。哇哦，超多东西能用的，但那是我的，所以嘞，现在是我的了。这气球给你，慢慢玩啊。就这样。哦，好吧。哇哦，快看这个，机会来了，完美作案。我还需要点东西，这个刚刚好，超舒压的，我爱死了。这正是我需要的。好啊，来开始吧，把史莱姆拿出来。哦，感觉真有趣。接着需要气球，把史莱姆放进气球里，然后打个结。又好又稳固，然后用网子包住。橡皮筋可以用来固定。来试试吧，这真好玩，这像是压玩具呢，超棒的。时间到，来看看谁赢吧。过来这里。我马上回来。莱西获胜，懂吗？这工作真是太棒了。我说到哪？哦，对了，优胜者是……他要念出我的名字了。等等，怎么我的腿这么冷？糟糕，有够糗！还要去哪？这也太怪了。算了，米娅，你赢了。我吗？哇哦，超棒的！我从来没有赢过呢。我想感谢我爸妈，还要感谢莱西的衣服。这真好玩，我玩整天也不腻。讨厌，谭谭乐不火了，什么意思？他完了，结束了。来人啊！很好，不，拜托别啊！只能这样了，这对我的伤害比对谭谭乐严重，真的。但不能让人看到我有谭谭乐，我可是有名声要顾。你这怪物，你看你做了什么啊，我永远不会原谅你的。够了没，小荒谬了你。哦，我有了，我可以做玩具给莱西。先在这泡沫纸上画个图形，然后剪下来，需要用两块泡沫纸，在一块上画圈圈，然后剪下来，先把这放一边，拿出另一块泡沫纸，剪下几个小方形，在上面烫一烫，让它软化。现在它软了，我可以用曼陀珠神器压出凹槽，胜利也照做，把凹槽放进泡沫纸里，像这样。在背面涂点胶水，把第二片粘上去，用这水管清洁器套在泡沫纸边缘，看起来不错哦。需要两个黄色大圆圈，沿着泡沫纸顶端画，然后剪下这一块，在黑色泡沫纸上画个月亮，再粘到黄色泡沫纸上，接着通通粘在一起，然后加点细节，这像个表情符号呢。瞧，这是什么？哇哦，给我，这真酷，我超爱的。等等，我得发个文。那它又再度火了，这最棒了。唉，有超多能选的玩具，但它们都好无聊。哦，有了，哦，真可爱。算了，就玩够了。下一个。哈，真讨厌。肯定有啥好玩的能做。哦，哇哦，这真棒。哈，什么声音？嘿，这边。嘿，我吗？
你喜欢这个啊？嗯啊，我想要它，出来啊！哇哦，这真棒！能给我吗？拜托，跟我来。真高兴我们出来玩，我得安静点。到手了，他是小偷，我最好快闪。只是吸管啦，放松，找位子坐吧。这里真不错哈，我还需要几个东西，他们在里面的。哎呀，有点烂，真的。所以怎么了？嘘，我在努力专心。你没管家或谁来打扫吗？好啊，我要的都有了，酷哎！啊哈，回纹针，我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我需要再一个瓶子。啊，这舒服多了。您的豪华瓶装水，小姐。我品味贵的嘞。做你要做的吧。好啊。先把吸管剪成几段。接着把回纹针卡上吸管，然后做个回纹针链。少了点什么？需要些眼睛。然后拿水瓶把吸管放进去。哦，你看，那真可爱，他们在游泳呢。我总是很想有宠物。谢啦，米娅，真是柔软又舒压。那是米娅吗？哈？哦，嗨，蕾西，我有石头呢。怎么，它总是好玩的？嗨，想玩吗？好吧。来坐着吧，谢啦。你喜欢我的石头吗？啊，我跟你交换吧。等等，这样够吗？我不想要钱。好啊，我还有啥呢？哦，这项链很美哦。别想，你也太难商量。那么指甲油呢？哦，好哎。哇哦，我竟然拿到石头了。嘿嘿，这真棒，超华丽的。嗯，我有了，我可以做舒压球。先把模型粘土挤一挤，压一压，感觉真棒。然后把它搓成球，得光滑美丽才行。看起来真棒，该来点指甲油了。把它涂在培乐多上，把这个涂蓝色的，看我整个涂好涂满。可不想漏掉任何一点。我有压力球喽！啦啦啦啦，给我个吻，石头小姐。她在干嘛？这些给我，你改玩这石头吧。哦，暂时更好玩。哇！好啊，来好好挤一挤。好哎，感觉真棒。这真是好主意。哦，这戒指真无聊。米娅，我能玩吗？哇哦，谢喽！真 Q 弹，我喜欢，就知道你会爱。感觉超放松的。哇哦，你真聪明。唉，好无聊哦。这节课非常重要哦。桑尼，啊，哦，又来了，每天都这个样子。怎么一回事啊？好哦，其实也没有很糟嘛。好的姿势的确是很重要，至少不是只有我需要。其实这实在蛮丢脸的。嘘，我得专心点了。很不公平啊。妈，什么事？你看这个，我可以买吗？拜托。好啊，当然。哇哦，真不敢相信哎，这是给你的。哇哦，谢谢妈。这是什么？雪花玻璃球。我要这个做什么啊？什么？你不喜欢啊？我要的是这个。妈妈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不会放弃的。他只是需要多一点说服力，只要我坚持下去，肯定会奏效的。我需要吃多少纤维呢？有什么事吗？你会需要这个，而我需要这个。
你是在开玩笑吗？好吧，为了耳根清净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哇，这家玩具店也太棒了吧！啊，我得专业一点才行。我们在找这个，我女儿不停向我要这个。拜托，告诉我你们有卖。当然啦，在那边呢。真的吗？哇哦，而且在减价呢，真是我的幸运日啊！等等，不会这样吧？怎么啦？不，玩具啊！看来我们卖完了。只要你晃神，你就输了。祝你们下次好运了。不，你不了解，我们需要那个玩具，我得想想办法才行。或许可以用那些硬纸板，我好像有点子了。我可以把硬纸板像这样拼凑起来，做出一个盒子的形状。糖果会从洞中滚出来，然后又在旁边加上小木棍，切割出一层层的纸板，并把它们粘在一起。在上方的位置插入一根小木棍，然后在木棍的两端放上橡皮筋。现在把它放进盒子里，这个部件刚好放在洞洞的上方，然后把橡皮筋拉到垂直的木杆上，另外一边也一样。接着就可以放糖果了。每次我拉这块纸板时，糖果就会掉到洞里面。接着要做上层的部件，要斜斜的放进去，然后装上前面的纸板，把这个玻璃方块放在盒子上面，然后加上盖子，接着用糖果把它装满。这些都是 Sunny 的最爱，还可以加上一个笑脸，这样比较有趣嘛。有用哦。 Sunny， 你觉得如何？哇哦，是个糖果机耶。按一下鼻子看看会怎么样。哦，我好喜欢哦。我还要留一点给我。我可不敢担保。妈，又怎么了？你看这个，我要这个。可是，我这是何苦呢？你的房贷已经几个月没付了。等一下哦，我可能有些钱。你们收毛绳吗？抱歉，这已经是我所有能给的了。不收，真是够了！立刻给我搬走！竟敢问我收不收毛绳，真是侮辱人！看来得找新的地方住了。这个房子应该不难卖。我真爱我的工作，我最擅长与人打交道了，对吧？我怎么不记得有这样的装饰啊？这边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房子要卖啊？怎么搞的？我们被下驱逐令啊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这不会发生的。我们的垃圾还真不少。哼，好啊，接下来呢？妈，这是什么啊？哦，你看到了啊？我们要搬家了吗？真糟糕。等一下啊，我好像有办法了。我们需要这些盒子，把这个放在这边，然后还需要我的热熔枪，挤一点热熔胶在盒子上面，然后把第二个盒子粘上去，然后把它们躺下来。然后在上面粘更多盒子。现在我需要这个硬纸管，在盒子旁边挤香蕉水，应该够了。把硬纸管贴在盒子上。还少了什么？我知道了，这个可以做屋顶，大小刚刚好呢。接着要来装饰一下，小细节会让一切大不同。现在要铺屋顶，我用纸板做了这个柠檬，然后要加上这些小彩球，这样看起来会更有趣，一定要色彩缤纷才好。最后的点睛之笔，我自己的柠檬汁摊位。哦，差点忘了，最重要的是柠檬汁，东西应该齐全喽，真是太满意了，可以剪彩喽。终于开张大吉喽，就等客人来喽。哼，好热哦。嗨，可以给我一杯吗？我正好需要这个。真高兴我们今天一起出来。哇哦，我最爱柠檬汁了，快过去，我们要两杯，谢谢。快点，钱拿去吧。让开让开，给我给我给我。 OK， 耶。哇哦，我发达了。妈，你看，我自己创业了呢。抢劫银行可不是一个好的商业模式。快过来，我带你去看看。我开了一个卖柠檬汁的摊位了。哇，我真为你骄傲，你实在太厉害了。等等，有客人在排队呢。别担心，人人有份，今天肯定会很忙。下一位。好的，同学们，谁可以回答这一题？
我，不然就桑尼好了。耶，正希望你会叫我。嗯，好高哦。粉笔在这，开始吧。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真高兴你这么说。嗯，一切都挺顺利的。很好。我做完了。那是什么啊？哎，老师，这是在开玩笑吗？这肯定是闹的吧？没有其他解释了。我做的怎么样啊？让我看一看。这真是太有趣了。这个我不是很明白。我以为答案是四啊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怎么样？它是五啊。好啊，让我想一想。该怎么解决才好呢？有了，首先我需要一块长的纸板，然后在上面画上数字，像这样。接着把它们裁出来，可以用这些珠珠来装饰。现在是不是很缤纷呢？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个。这是一个数字模板。哇哦，好酷哦！真是一个好主意耶！拿去吧，你试试看。把它放在黑板上，然后用这个模板来写数字，这样子简单多了。以前有这个就好了。就知道这个会有用。做好了。做得太棒了 Sunny， 你绝对应该得到 A 加，我真为你感到骄傲。哇哦，真的吗？哇哦，哇哦，你看这房间真的好漂亮哦。这桌子超可爱的，我住这边的话一定很舒服。哈，这是什么礼物？给我的？这也太客气了吧。什么声音那么难听啊？哇哦，你有听到那首摇滚独奏吗？那么接下来呢？看来我的问题有答案了。你拿到什么啊？打开看看就知道了。为什么你的盒子比较漂亮啊？因为有的人就应该得到好东西啊，有的人就不应该有。生活本来就这么不公平。哇哦，你看里面好多好酷的东西呢。对啊，都不知道该从哪开始了，看起来全都很好玩。你有事吗？干嘛？你有听过私人空间吧？人家只不过想看看而已，就是不准你看，全都是我的。看起来好好玩哦，好像小恐龙一样。不知道他会做什么，棒棒糖真是越来越赞了。好好吃哦。他拿到玩具和糖果，赶快来看看我的盒子吧。希望我的盒子里也都是超酷的东西。来吧，先把胶带撕掉。啊，是空的，怎么一回事啊？真的很失望哎。好像还有没吃完的棒棒糖，跑哪儿去了？这是什么？不行，这个不行。在这啊。超恶的，都不能吃了啦！实在超嫉妒他的，好东西总是没有我的份。等等，那倒是给了我一个点子，我可以用这个糖果容器，棒棒糖就不需要了。定个给我，嘿，那是我的！在容器下方开一个洞，然后把棒棒糖穿过去，大小刚刚好呢。你看，哇哦，这真是聪明呢！我的棒棒糖可以还我了吗？它现在是我的了，超好吃的。吃够了以后就把盖子盖起来，这样棒棒糖就不会弄脏了。随便，反正我还有另外一个棒棒糖，金恐龙先生帮我拿着。啊，我有个好主意了，看招！嘿，住手！你非要这样玩是吧？没错。你看这个，哇，那棒棒糖超大的，全都是我一个人的。好好吃哦！我们来玩吗？预备备，开始！加油，加油！好催眠哦，完全无法移开目光。不过你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玩的吗？这个超赞的泡泡玩具，哇哦，超吸引人的！我猜你一定很想拥有吧？超想要的！你也可以拥有啊！真的吗？怎么买？快告诉我！我想要，但这永远只是一个白日梦。一定有办法可以得到的。Mickey， 嘿、hey, ，怎么样？你有看到这个对吧？
真是难以置信，原来答案一直在我面前啊！今天真是我的幸运日哎！我需要这个碗，糖果就不要了，我还需要一些泡泡，把它加进碗里，应该差不多喽。来做泡泡水吧，用玩具来沾碗里的泡泡，全部地方都要沾到哦，一定超好玩的。我好像准备好了，哇哦，真的可以耶，超多泡泡的，泡泡真是令人心情愉悦，好极了。我也要做泡泡，但怎么做呢？等等，或许我好像有点子了，我可以用吸管啊。 Mickey 的吸管也拿过来，其实还需要很多很多，应该差不多咯。把吸管沾进碗里，全部的吸管都要沾到哦。然后我们需要吹风机，你看，哇哦，请叫我泡泡女王。哇哦，那真是我看过最酷的东西了。别停啊 Mickey， 我们还得吹更多泡泡才是，刚劲不如从命。啦啦啦啦，这个独角兽弹弹乐真好玩，看我的速弹神功。你有事吗？嘿，别闹了。哇哦，哟酷，别在我面前晃来晃去了，我是认真的。哦，我演出迟到了，来戴上我的太阳眼镜，摇滚明星一定要穿上皮夹克。我先走了，终于啊，我终于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了。他终于走了，我可以好好享受独处时光了。这眼镜还真可爱，可以来休息一下咯。啊，这还差不多。晚上好，大家准备好一起摇滚了吗？其实我应该来晒黑一下，这才叫生活嘛，真该常常这样的。我的观众们太赞了，我要为你们演出一首新歌。哦，这边好热哦，我需要凉快一下。还好我有这瓶水，我们开始吧。沙啦啦啦，搞什么哦耶，啦啦啦，吉他独奏，再试一次好了，稳住稳住。哇吼，让我看看大家一起摇摆，大结局来了。谢谢，我爱你们，记得买我的新专辑哦。哇哦，超赞的一场表演，可能算是我最棒的演出了。这里是怎么一回事啊？认真吗？对不起啦。哎呀，每次都这样，音乐就是没办法控制啊，完全停不下来嘛，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等等，这是什么？我正好需要这个，这可以解决我所有的问题。首先要把瓶子拿下来，把我的水加进去，应该可以了。然后把它装回饮水机上，要扭一下，记得要检查是否有扭紧。把杯子放在这里，然后按一下出水按钮，开始加水了。超简单的说，我现在超想要喝水的，唱歌唱到口干舌燥的。嗯，欣赏又好喝，可以给我一杯吗？不行，你自己想办法。很不公平哎，不过或许我真的可以自己做呢。我需要一个水瓶和一个杯子，先把瓶子放进杯子里，然后要装饰一下，用这个可爱的大象好了，然后要挖出一个洞，挖在象鼻的地方好了，记得杯子和瓶子都要穿过哦。然后把一根吸管插进洞里，在水瓶里加一些水就可以用了。这是什么？哇哦，正想看到这样的反应，只要一扭瓶盖，水就会出来了，很酷吧？而且做起来超简单的。哇哦，真是令人惊艳啊，我超需要的，干杯吧。我想我也再来一杯好了。嗯啊，你真的好帅啊，看得我心花怒放的。那是什么？你为什么有那张照片？等等，他是我的。不，他明明就是我的男友。是吗？我要给他一份礼物，让他惊喜一下。是啊，其实我也打算给他礼物呢，一定会很浪漫的。那当然了，我可是有思考过的，他最爱打电动。我也知道啊，瞧，我还买了棒棒糖给他。就这样啊，你就只给他这些啊？我还要给他汽水哦。我也有，看来你的盒子挺满的嘛。我还有呢，还有气球哦。那有什么大不了？你的气球有点小，这才叫做气球。可是，接受现实吧，我的礼物比较好。还以为他会喜欢这些呢。
等等，我想到补救的方法了。首先要从玩具盒拿个东西，这会解决所有问题的。首先要把小车车装上，然后把气球套上去，接着要压这边。所有辛苦的工作都交给这个小工具就好了。哇哦，你怎么没有早一点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呢？小心别弄爆了，把它和其他几个气球绑在一起。你你还没结束呢 Mickey， 我想已经结束了，他一定会喜欢的。我不能让这种事发生，我得想想办法才行。等等，我知道了，我可以用汽水啊，是汽水瓶了。首先要把汽水喝掉。 Oh yeah， 真好喝哎。啊，可以开始动手了。把一个漏斗放进瓶子中，然后倒一点苏打粉进去，不需要太多。好啊，这样够了。现在倒一点醋进去，这就是需要漏斗的原因了。我可不想弄得到处都是。看看这些泡泡，赶快把气球放上去，气体会使气球膨胀。看看它变大了，应该可以了。捏住气球，把它从瓶子上拿下来，其他的气球也一样，这才算是气球嘛。这是在开玩笑吗？我超嫉妒那些气球的。你赢了，我只不过想做点特别的东西。哦，别哭嘛，来，给你一个气球。好，谢啦。没问题啦，闺蜜。真热。我拿了饮料给你。再来点，再给我点。花朵，滚，我需要水。不，感觉超赞的。嘿，别过来，是我的。但超热的。我真需要。等等，我有了。看我在杯子上剪个大口子，然后把杯子底部压扁，把口子剪下来，接着把底部往上折，在底部戳个洞，然后把橡皮筋塞进洞里，把它穿过去，但留一小部分在外面，然后把橡皮筋穿过去，接着在卡上剪几个泪滴形下来，然后粘在木棍上，来几个不同的颜色，在底座下再放一根木棍，然后来装饰吧。这边是最后的步骤，接着只需要转木棍就好。嘿，克莱尔，瞧着什么？哦，这啥？你肯定会爱的。哇哦，这真酷哎！这是我需要的。哈，小胡须，你真蓬软呢。你们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们在一起超开心的。但有样东西胜过我对泰迪熊的爱，糖果，甜腻好吃的糖果。嗯，真美味。这怎么会在那？莱西，怎么了？妈咪来了。没事的，别担心。但我的牙齿该在我嘴里的。这给我，快点给我。这还真贵。你得把它放在你的枕头下，这样牙仙子就会来拜访你了。好哦，如果你这么说，你醒来后就会看到惊喜了。已经早上了吗？等等，我的牙齿。哇哦，妈说的对，我发了，超赞的。哦，你看，你真幸运。哼，要把它放哪好呢？你得把它放在安全的地方，我刚好知道哪里适合。看我从这纸板上剪些方形下来，接着把它们组在一起，就从一个方形开始，沿着一边涂胶水，然后粘上另一个方形，另一边也照做，开始成型了呢。在后面放一小块纸板，就会是框架。在里面放个有开口的纸板，然后在上面再放个方形，剪下纸板中间这部分，沿着三个边边涂胶水，可不能有漏哦，得把它粘好。这可是要放莱西的钱呢。接着把纸板粘上去，在里面再放一块，在两片之间留点空隙，这可以放在顶灯，这可以先放在一边，在这方形上粘些胶带，然后把它粘到盒子上，这胶带可以当链子，然后把它组起来。这会是抽屉咯，但还没有完呢。在抽屉上涂点胶水，这部分需要涂很多。从纸板上剪个薄矩形下来，这可以粘在抽屉上，按一下让它固定好，然后在后面再放个方形，接着来装饰吧。我有这小猫图案，这部分有趣的呢。来个黄色鼻子吧，再来个红色蝴蝶结，看起来真美。把它粘到盒子上。嗯，
似乎少了点什么，这小猫需要爪子，等不及给莱西看咯。瞧这什么，哇哦，超棒的，这是让你放钱的存钱筒，把硬币放进去关起来，接着神奇的来咯，硬币不见咯。它跑哪去了吗？你摇摇，硬币还在里面，我都担心了一下，谢了妈，这真棒。啊，这啥？来看看哦，莱西的礼物，幸好我早有准备，就在这里呢，他肯定会喜欢的，这超好玩的，真是个开心的小青蛙啊。我可不能这样给他，我有个超可爱的礼物盒能装，等不及看他的反应咯，他肯定会很吃惊。哦，应该是莱西来咯，把他藏在枕头下。嗨宝贝。嘿妈咪。你坐好。不，别坐那。那啥，真不敢看。没事的妈。拜托住手。你看。哦，这章鱼都难过了，看起来就像你哎。哦，我只是想给你个惊喜，我最好看一下。哦，瞧，它整个毁了啦。或许莱西不会发现，我可以说这是个拼图游戏。我骗谁呢？应该直接丢了。哦，我知道怎么办了，我可以用这箱子，把它分成几个方形，然后需要个美工刀，把它割成几块。需要不同形状类型，这样应该就行。从这些长方形开始，用它们来做个盒子，拿两个长方形粘在两边，然后需要个小方形，拱形那片能放在底部。接着需要空水瓶，在进底部处戳个洞，用铁烙整个简单多了，然后插根吸管进去洞里，把它固定好，得在边边涂胶水就能把它封好，等它干哦，然后把它放进盒子里，在另一片纸板上戳个洞，把吸管穿过洞，然后做个盒子顶部。这瓦楞纸刚好能当边缘，它可以沿着曲线弯，用胶水把它固定好，接着来装饰一下，用这粉卡绕着顶端就能添加色彩效果。接着来贴恐龙贴纸，用手指堵着吸管把瓶子装满，这部分有点难，幸好我手够稳，应该够多果汁咯。把盖子盖回去，然后把手指放开。哇哦，看起来真棒，真不知道我这么有创意，但还少了个东西。莱西，我有东西给你哦。哇哦，是饮料分配器吗？是啊，你试试。来吧，把杯子放在底部。哇哦，真是责任重大哎。乖孩子，现在只要松开盖子，果汁就会出来咯。杯子满了后，再把盖子转紧，喝吧。这真是我要的呢，我超渴的。真棒，谢了吗？哦，你都吃了些什么啊？食物，食物，食物，快点吗？我饿了。有耐心点，宝贝，希望你喜欢。看起来真棒。等等，怎么妈就有筷子能用？我只有这蠢叉子。这看起来真美味啊，怎么回事？这我拿了。这是妈咪的，吃你的饭。我不想要。克莱尔，你得吃饭。我想要吃面。好吧，拿去。哇哦，这真棒。好啊，这你是怎么用的？等我一下啊。我需要多练习。等等，我夹起一粒米了，稳着，再一点点，快到了。迟到了，你有看到吗？再试一次。你看妈，我这很像。这野心是太大了。看我换个直接点的方法，看我用筷子戳米。嘿，我就知道有用。真是惨不忍睹哎。克莱尔，或许如果你，这午餐肯定会很难熬。除了有了，我可以用这牙签，这能解决一切。还需要个工具，便利贴。等我一下，克莱尔，在桌上贴个便利贴，然后需要个牙签，把它放在便利贴上，把便利贴卷在牙签上，小心卷好就好。得把纸沿着牙签卷好卷紧。下一部分需要用胶水，把它涂在牙签旁，这样应该够。
然后继续卷，得确保有封好，然后从中间折起来做个 V 字形，接着在纸的两端插个牙签，另一边也照做，把它们推进去就有新手筷子咯。哦，克莱尔，你得看看这个，我做了这个给你。哇，迷你筷子，我好像巨人呢，等不及试用了，这可以让一切变得更简单，来咯。哇哦，你有看到吗？嗯，真美味，再来一点，满满自信呢。哇哦，瞧我的，我真专业呢。你做得很棒，宝贝，现在我能吃饭了吗？弄得我都饿了，我都流口水了，我等不及。克莱尔，你在干嘛？别想阻挡我吗？哇哦，真厉害耶。嗯，真多口味，我再也不要用叉子了，谢了吗？啊，不客气哦。哇哦，我到家了，拜了学校啊。乖一点，克莱尔。拜拜。哦，我都忘了啊，我超爱透过艺术表达自己，这让我觉得超有活力。哦，嘿妈，你喜欢我对房间做的改造吗？这真是一团乱，这到底怎么弄的？我才离开一下下而已。哦，我都要昏了。哼，这可不是我期待的反应哦。够了，只有一个办法了。那是棒棒糖吗？啊，真美，我想要。来拿，继续。今天真幸运。嗯，我得动作快一点，用这保鲜膜包住桌角，然后沿着桌子包，继续包层，把克莱尔包在里面。哈，你有说什么吗？克莱尔，这给你。嗯，真的吗？我真是灵感泉涌哎。现在来清理吧。啊，这真是好主意。哦，还真重。糟糕，别动啊。颜料一直弄不掉，我干嘛买这艺术组给他啊？妈，瞧我的画。哦，那完了。哦，真美哎。啊，我知道。我的宝贝真是艺术家，这可以是你的新工作室哦。哇，我超爱这贴纸，这可以贴这里。你要去哪呢，妈咪？我们得出门了，快点。嗯，我穿个鞋哦。哦，真多选择，该穿哪双好呢？哦，有了，我看起来超时尚的。你总是很有型，宝贝。哦，克莱尔，我都要笑了。好啊，妈，我好了，走吧。不行，把鞋子穿好。好哦，我只是想试点新奇的嘛。快点，不然要迟到了。哦，我的钥匙呢？我是飞机，妈咪。很棒，宝贝。啥鬼啊，克莱尔？我说了什么？把鞋子穿好。我们已经说过了。谁打给我？我可没时间管这了。哦，嗨，我们马上到。是，我知道。想来点好玩的也不行。妈肯定会很骄傲。我自己穿鞋的，你看吗？哈，这可不对。哼，哪有不对？我们永远也出不了门了。现在要怎么样？过来这里，我帮你。就期待你这么说呢。你鞋子给我，记得还我。你拿反了，要这样才对。这是右脚，这是左脚。随你说吗？我得忙我的贴纸。克莱尔，你得专心点，深呼吸，想想瑜伽课教的。你现在又在干嘛？我在打扮啊。哼，这给了我一个点子，借我一张贴纸。哦，这真可爱，我可以用这个来教你穿鞋哦。我把你的布鞋放这哦，接着需要个剪刀。嗯，这真可爱。你在干嘛？你是个怪物。我知道我在干嘛。没事的，宝贝，看我把这两边分别放在你的布鞋里，把它们粘在里面，像这样。现在你只需要把它们对好就好了，这样就能穿对脚了。我看看哦。不，这好像不对。等等，我懂了，瞧，我成功了。做得好，宝贝，现在能把鞋穿上了。这真酷，都觉得自己变大人了。我好了，妈，我最棒了。哦耶，我的小女孩长大了。哦，别又来了，现在又怎么样了？
我以为我们要走了。啊，我知道了。我们很快就好，等我10分钟。黑妈，我把你的鞋子修好了，很有型吧？嗨，真多，贴纸啊，满满都是。你做了什么？我帮他们升级啦。啊，谢了。我想这样做想很久了。走吧，我们得出门了。等等，等我一下啊，我差点忘了。别又是贴纸了。我好了，你觉得呢？我放弃了。我看看，一定要给妈妈做一份好礼物。是的，完成了。看看我做了什么，一架纸飞机做得好。但是看看我做了什么，我给她做了一张纸雪花，那是你做的，太烂了吧，就是一堆洞而已。看看你自己，你刚刚做了一架愚蠢的纸飞机啊，你怎么敢？看招，你毁了我的礼物，我恨你。我也恨你。看他们争吵的样子，这样可不行。停止。哇，发生了什么？我们在哪儿？我想那个奇怪的巫师把我们带到了这里。奇怪的巫师？那样还可不行。好了，好多了。现在欢迎来到这个挑战。好的，如你们所见，我有一个玩具屋。如你们所见，他少了一张沙发，你们需要做一个。做一个啊，我想知道怎么才能做到呢。等一等，我有一个主意。好的，这是沙发，该进行一些测量了。他去哪里了？奇怪，我要用折纸手工来做这个沙发，把它折成半角，然后打开它，然后其他角也做同样的动作。现在把角折到中线，然后展开，再做一次。现在把它折回中心，一定要把它折好。然后另一边重复这些步骤，到目前为止都很顺利。现在另一边做好了，现在进入下一步，再折一下到中间，两边也一样，越来越难折了。好的，现在展开它一点，但是我现在必须把其他的角折到中间，然后再展开和折到新的中心线。现在我们把它折叠起来，不能忘了把它翻过来在另一边做。开始有雏形了。好的，展开它并重新折叠它，必须是矩形的。现在我可以把两端折叠起来做成一个盒子，另一端也是。好的，再做一个，把这两个盒子放在一起。是的，这部分完成了。接下来拿出小纸片，把它对折，不留折痕，然后把它插到两端，另一个也是，当做沙发的扶手，你知道吗？它还需要一些靠枕。它搭，太可爱了。这是我的沙发，巫师先生，做得很好。必须确保测量每一个长度。啊，好的，现在我需要做一些运算。他居然还没有回来啊。哦，他睡着了。我对我的成果很满意。我会把我的小沙发放在玩具屋里。下一个挑战，我想要你们做这个。好的，我觉得我可以做出来。从这张纸开始。哦，制作这艘纸船的最好方法是什么呢？但是天哪，真希望我在一艘真正的船上，在蓝色的海浪上航行，阳光还有吹着我头发的海风啊，好放松，好美哦。我可以在船上度过整个夏天。看来他又迷失在自己的想象里了。不过他会落后的，我最好叫醒他。什么？我们该做折纸船了。哦，对，好的，我开始了。先把长边对折。很好，顺利的开头。现在把它转过来，另一端也折起来，必须确保它美观且有折痕。好的，把它打开，然后把角折下来。这有点像折纸飞机，不过当然不能是飞机了。
必须是一艘船，这里折起来，它现在有点像船的形状了。或者如果不是船的话，也可以是船长的帽子。好的，下一步有点难，我必须把它打开，然后再折下来，然后把这个边塞在下面那个的下面，这样它就变平了。接着折叠角，看，我做了一个很酷的三角形，但还不是船哦，得把它翻过来。现在是最后一步，哇，看，把它拉开，现在它是一艘船了，结果太棒了，我好喜欢哦。现在我们有两艘小船了，我们太棒了，做得好，你们两个都通过了这个挑战。嘿，等一等，跟我来，我们测试一下他们吧。嘿，你们要去哪里？浴缸已经装好水了，准备好起航了吗？啊，看，他们在漂浮耶，好可爱哦。哦，他们开始变透了。他们只是纸做的。必须要修一下指甲。哦，你们准备好了？好的，这是你们的下一个挑战，指甲，知道了。该拿出我的美甲套装了，让我看看，从哪里开始呢？从蓝色的吧，它们会和我的衣服很搭的。把这些粘起来。是的，快看，挑战完成。什么？啊，不，这根本不是我的意思。哇，你的指甲好好笑哦，我会再次用到折纸。把这个角折一半到另一边，然后另一个角在顶部折出三角形。现在这个角折出另一个三角形，然后是最后一个角。好的，现在我必须把它折到顶部，然后把它折起来。现在我有一个完整的三角形了。好的 ，OK， 把它打开，然后把角折下来。现在把它翻下来，然后把最后一点折起来。这个手工要折的地方很多，但我还是想要锐利的折痕，即使纸越来越厚了。这有点棘手，必须把这个打开，然后折叠在脚里。不过就是这样了，看，我可以把手指滑进去，啪嗒，看看这些指甲，诡异，做得很好。为什么我的指甲不够好？啊，哈哈哈，你该看看你的表情。算了，你太讨厌了。你觉得下一个挑战会是什么？是纸鹤，这是你们的下一个挑战。哦，这个要怎么才能做出来呢？是的，我不太确定从哪里开始。哦，我知道我能做什么了。拿出我的耳机，把它们塞进我的耳朵里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打开我的播放列表了。耶，有感觉了，完全是我喜欢的。该折纸了，和往常一样，先是角到角对折，然后是其他角。接下来，边到边折叠，好好折出折痕，然后重新打开，然后另一边也是一样。好的，再次打开它，然后要做一些更棘手的东西。我必须用折好的部分来制作这个三角形。现在我必须把这个小边缘折叠到新的中间。好的，然后是另一边，然后这个顶部的小角必须折下来，然后再折回去，把整个东西翻过来，这边做同样的折叠。好的，回到前面，打开一点，这里是另一个更棘手的折叠，但现在它看起来好像一颗钻石哦。好的，现在要再折一些小边缘，它们现在好小片，不过继续折出折痕。下一步是什么？当然是把它翻过来，继续重复了。我喜欢这个下一步，好有趣哦。这个看起来像腿的部分，现在折起来了，然后这个顶端折下来，开始有雏形了。拿出剪刀，这个切口必须一直剪到中间。现在把翅膀像这样拉下来，另一边也是，然后像这样折叠这些小切口。一、二、三，折。是的，看，我做了一个小纸鹤，好可爱，看，它会跳纸鹤舞哦。啊 ，OK， 哦，它又入迷了。嘿，你在做什么？哦，我正在听歌呢，看看这个。哇，我现在明白了，这播放列表太棒了，看来我最好也开始折起来。哇，跳舞吧，小纸鹤。
是的，我的纸鹤也做好了，开始跳舞吧。快看看他们掀起了舞蹈风暴呢。那边是怎么回事？那音乐是从哪里来的？哇，我也想跳舞。现在有点无聊。哦，巫师回来了，让我们看看他准备了什么。下一个挑战是一朵花，开始动手吧。好的，我想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嘿，是的，我希望你能帮助我，谢谢。给你，请在这里签字。好的，这是你的玫瑰，祝你今天过得愉快。巫师，我的玫瑰准备好了。什么？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，拜托啊。 OK， 好吧，让我试试别的吧。好的，这个还有一些在这里。现在拿出我的剪刀。好的，我想就是这样了，完成了，咔哒。那是什么？呵呵，看来你又一次挑战失败了，该拿出剪刀尝试一些别的东西了。但首先需要再次折纸。嗯，用这把尺子和铅笔划一条线。好的，现在我准备进行一些剪切，一直剪切到标记线，一路从一端到另一端。该打开它了。哦，看起来好酷哦。现在在这里涂一些胶水，然后把它折起来，并用胶水固定好。现在我需要一根绿色的吸管和更多的胶水，把胶水涂在吸管的这一端。好的，把吸管贴到纸上，然后继续把纸卷到吸管上，继续，继续，继续。现在用另一张纸再做一次，很好。是的，我的花完成了。哦，我看到你做的了，不错。什么？哦，我想他是对的，真的很酷呢。哇，他看起来有点伤心。嘿，看，我也给你做了一个。哦，一朵紫色的，太感谢了，你真是个好朋友。哇，他们终于重归于好了。可是它又多浓又巨大，别再挤了啦！还好我刚好有东西可以借你用。跑哪去了？哦，我就是在找这个。你看，你想挤痘痘的时候就挤它吧。真有趣。谢了 ，Nora， 应该值得一试了。先从这个开始吧。哇哦，真的爆浆哎，超疗愈的。哦，没有痘痘了。我得去找其他东西来挤。我应该这样吗？我可以吗？我的机会来了。我得看看 Nora 还有什么好物没拿出来。哇哦，看看这些东西，好像一个玩具店一样啊。太赞了，它是我的了，一定会弄得到处都是，超恶的。好啊，好东西出来了。还有还有，我还要，根本停不下来。哦，最后一个了，这个也玩完了，现在该做什么呢？那颗好大哦，我忍不住了啦，先穿上保护装备，准备好了。看看它，满满的脓包，不挤都不行。牛奶试试看，什么？他是个忍者吗？就知道你会这样。先把一张泡泡纸铺在卡纸上，将颜料装进针筒里，把颜料注射到泡泡中。一直到加满为止，然后其他的泡泡也照样画葫芦，不过要用不同的颜色，这样比较好玩嘛。应该可以了，现在要拿给 Elsa， 拿去吧，你爱怎么挤就怎么挤吧。哇哦，这也太酷了吧，好像是一年收到十年的生日礼物一样。哇哦，我就是需要这个，又爆浆又恶心，我超爱的，挤一整天都没问题。我开始觉得自己有点问题呢，根本停不下来，非要全都挤出来才行，真是超令人放松哎！啊，简直进入了禅修状态了。
剩下最后一颗了。哇哦，还好戴了手套，否则洗手洗整个礼拜都洗不干净。希拉 Nora， 我真的觉得 Brian 是在挑逗我。哈？哇，我们去看看吗？我没有很想哎，有外星人怎么办？来嘛。好吧，不过如果我看到外星人，哇哦，我们穿的是什么啊？往后退了。天哪，也太怪了吧！再试一次好了，进去进去进去，看看这些东西。哇哦，这就是未来世界吗？比我想象中还要闪亮哎！你觉得这个是干嘛的？不会吧，超酷的说。我们该选哪一个呢？不好，下一个是什么？不，不要选那个。等等，你看这个机器人哎，我们需要这个。哦不，怎么一回事啊？我有不祥的预感哎。我们后面有东西吗？这机器人呢？来吧，赶快来看看吧。哇哦，好酷哦！嘿，那这笔拿过来。啊？哦，好啊，好主意。在纸上画一条线，要直直的，才不会把事情搞得太复杂。来试试看吧。嘿，小机器人，换你隆重登场了。哇哦，好神奇哦。它怎么一直转圈圈啊？只要把它放在纸线上就好了。哇哦，这科技实在太厉害了。哦不，我做的什么好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完蛋了，机器人就是这样征服人类的。放松啦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不过我需要几样东西，快让它停下来啊，停下来啊！赶快开始动手吧，把果汁盒打斜切成一半，像这样，然后从纸上剪一个小篮下来。哦，它真可爱。下一个步骤需要用回纹针，要把回纹针弯成特别的形状，最后应该长这样。然后把回纹针放在小篮的腿上。现在把果汁盒的其中一半拿过来，要在两边都打个小洞，把回纹针穿过这两个洞，弄好了以后，小兰就可以跑步了。真的蛮酷的哎！嘿 ，Elsa， 你看这个，什么？看什么？看着，它会跑步呢。这给了我一个主意呢，把它放在一个玻璃罩里，希望会有用。成功了，警铃停了，我们赶快开溜吧。终于安全了，时间真的超紧迫的。从今之后，我们还是留在这个时间上就好。终于啊，这一天终于来了，我还没有准备好啦，还有好多东西没学会，所有东西都看不懂。不信你自己看，压力山大，我根本没有办法专心了。等一下，我有一个主意了，我需要我的超级神秘盒子，我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在这里。来看看哦。先把打气筒拿出来，看看这可爱的小绿绿。要把球放在打气筒上，现在可以来打气了。哦，越来越大了，好像一个气球一样。应该可以了，底部要塞起来。现在要来点装饰，要加上耳朵和嘴巴，和一双腿，最后贴上一撮头发。这东西可以帮我舒压哦。这是什么？给我看看。不行，是我的，给我啦！不要，你自己想办法。非要这样玩吗？这样你觉得如何？你是开玩笑吗？哦，你真的很烦哎。不，我做了什么好事啊？真的很抱歉，拜托你冷静点。等等，这个胶带可能有用哦。我想我知道该怎么解决了，我马上回来哦。首先需要一段胶带，像这样的大小。然后我需要一根金属吸管，把胶带贴在吸管的其中一端，要包紧包好，不要留下任何空隙。接着把吹风机拿过来，把胶带加热，然后对着吸管吹气，这样就可以做出一个泡泡了，像这样。接着要在上面粘一些小部件，加上一个脸，然后加上眼睛，接着是鼻子和嘴巴，最后要画上胡须，应该差不多了。我做了这个给你哦，可以挤压哦。看起来真棒！谢谢 Elsa， 你人真好哎。来吧，我们得继续念书了。现在真的没有那么紧张了呢。东西都准备的差不多了，希望这会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生日趴。Nora， 你来了，真高兴你能来。眼睛闭起来，我最爱惊喜了，可以打开喽。不知道是什么？哇，是个水晶球哦，好漂亮哦。哦，放哪儿去了？不应该会这样的。哎，
糟糕的旋律了。没事的，我们会有办法的。我得赶快想想，先把 Elsa 的眼泪收集在罐子里。来吧，尽情喝吧。哇，你还真多眼泪。不过我就是需要这个。来，这个你拿着。我得赶快来动手了。首先我需要浇水，加几滴在罐子里，应该够了。接下来呢？哦，对，亮片，把亮片倒进去，真是一闪一闪亮晶晶哦。星星好漂亮哦。不过还要其他东西，还好我有各种不同的亮粉。好极了，现在要搅拌一下。哇哦，也太神奇了吧。现在要把盖子盖上，我可不想洒出来。接着要把它摇一摇。哇哦，看多久都没有问题，超级催眠的。每次一摇完，亮粉和星星就会不停的旋转，超漂亮的，等不及给 Elsa 看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啊？嘿，别再愁眉苦脸的了，别理我了。你看我拿了什么来？哇哦，跟水晶球一样的。哇哦，真会哭哎，得把这个倒掉才行，至少盆栽有水喝了。这真是最棒的礼物了，我的生日没有被毁了。谢谢你 Nora， 你真是最好的朋友了。哇哦，超期待这个太空趴的，肯定会带我们一飞冲天。嘿、hey, 进来吧，超爱你的装扮哦 Elsa。 谢谢，我自己做的。你还在等什么？快进来吧。哇吼，嗨。等等，这是怎样啊？你知道这是一个服装派对吧？对啊，所以嘞，那你穿的这是什么？给我一秒钟哦，我有这个啊，是一只小青蛙。好，你给我看这个干嘛？哇哦，有泡泡哎，瞧，真的很酷对吧？大家都喜欢泡泡嘛，每个人看到泡泡都会开心起来，真想全部都戳破。你进去吧。哇哦，真爱我的工作哎。Elsa， 你来了，我怎么可能会错过嘛？嘿、hey, ，Nora， 快过来吧。Nora， 我们开趴了。嘿、hey, ，看我带了什么来？哇哦，好多泡泡哦，够所有人玩呢。这个小家伙能创造美好的氛围哦。糟了，好像不太妙，怎么搞的？我要去那边玩了。哦不，我们该怎么办？等等，我有个好主意了，你留在这。我需要一些吸管，我会让你大吃一惊的。我需要个绑头发的橡皮筋，用它绑住所有吸管，看起来蛮牢固的。嗯，我还需要这些糖果，坐着坐着都饿了。咳咳，好啦，给你了，我还有更衣室得做呢。倒一点汽水在盘子上，不需要太多，这样刚刚好。然后用吸管来沾汽水，左右移动一下，确保都有沾到。准备好看超酷的表演了吗？哇哦，你竟然吹出泡泡来了呢！继续吹啊！哇哦，实在太厉害了！等等，我快累死了。好，进来吧。别停啊 ，Elsa！这个我已经看过了。嘿，那是什么？哇哦，我正好需要那个，这真是我的幸运日哎，这个绝对可以用。不过我需要我的手机，可以来动手了。把格子竖起来，把放大镜放在上面，然后沿着放大镜戳一些洞，戳好了以后，把中间的纸板推开，接着要在洞的边缘挤一点胶水，然后把放大镜贴上去，大小刚刚好，应该可以了。哇哦，不用再看无聊的报纸了，因为现在有了这个。把我的手机放在盒子里，然后把盖子盖回去，我的私人电影院开张咯。那出歌剧真是太棒了，妈咪。哦哇，妈咪你看，我要那个流浪汉。哦，你是在说投影机啊？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？拿去吧，亲爱的。这个我不卖哦。No。 你说什么？你不知道我们是谁吗？过来，小甜心。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买不到的，你给我听清楚，我女儿说她要那台投影机。你破坏了我的电影了。嘿，让开啦，快点走开啦。你不会是听不懂吧？等我告诉乡村俱乐部的人，你就有的瞧了。你们真的很烦呢。哈，你在干嘛？妈咪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还真是意想不到哎，好酷哦，免费看魔术哎。我们在哪儿啊？我们穿的是什么啊？来开趴吧，女孩们，自拍一下。嘿，开
门呢？你们有听到什么吗？会是谁呢？嗨，这边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你们这群小鬼头跟你们吵闹不休的音乐，我要睡觉了。什么？谁叫的阿嬷？阿嬷，你们竟敢这样叫我，让我给你们瞧瞧，一个阿嬷能这样吗？真是太匆忙了，感觉真好。好，还真没想到会这样，早知道该关小声一点的。你有看到吗？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你看这个都不能用了，那阿嬷还真生气。有人会口技吗？看样子这个派对是结束了，走吧女孩们。可是真是倒霉啊，至少我还有这些零食和饮料，这都是我的了。这给了我一个好主意，我需要一个长形的纸筒，这个大小刚刚好。接着把手机拿过来，在手机下面画一条线，这样就好了，然后裁出一条缝。接着当然要来上色，这个紫色真是漂亮，把纸筒全部涂满。干了以后我还需要两个纸杯，在上面剪出一个洞，把它们放在纸筒的两端，像这样做好了。这是我自制的喇叭哦，来试试看吧。把手机放入中间的插槽中，然后开始播放音乐，可以来跳舞了。这还差不多，你的派对很棒哦 Grace， 应该都准备好了。Mindy， 你终于来了，你住在这里啊？算了，嗨，快请坐，当自己家一样哦。希望你喜欢洋芋片，我超爱的。好啊，谢谢，还真的挺饿的。拿不到呢，刚刚做完美甲。够不到哎，讨厌，我想吃洋芋片了，真的超烦的。好啊，再试一次。天哪，我的指甲，我美丽的指甲，都是你的错啦。哇哦，慢着点，放轻松啦，我应该可以解决的。我只需要这两个杯垫就好，其实就是两张厚纸板啦。大家看哦，把它们放在桌子上，我需要用热熔枪在纸板的边缘挤上胶水，只要一边就好，然后把它粘在另外一块纸板上，轻轻压一下，确保要粘紧粘好。再拿出一块，中间剪出一个圆圈，这片也一样，把它贴在这。接着在正方形的纸板上贴两个圆形，放在中间的位置，另外一边也一样，然后用厚纸板把圈圈围起来，用这个小部件把它固定好，看起来蛮稳的。在旁边戳两个洞，拿一根木签穿过它，好极了。把这个部件放进盒子里，我在盒子的一边留了一个洞来装这个部件，要确保它会转动哦。现在来做最后的部分咯，把一块圆纸板放在上面，多做两个一样的盒子，我还没有做完哦。再拿一块纸板来，在旁边挤上胶水，这会是我的底座，一直扶着直到胶水变干。另外一边也一样，然后将一条长形的纸板放在下面，接着把三个盒子放进去，把它们在上面排整齐，看起来很赞哦。我们的洋芋片分配器做好了，哇哦，看起来超棒的，我要来吃这个。还是不行啊，你是开玩笑吗？让我示范给你看吧，只要转动这里，洋芋片就会掉进杯子里了。哇哦，好酷哦，而且还没有弄断指甲哦。我的最爱，弄得我都饿了，该犒赏一下这个零食了。好好吃哦，其实真的不错呢，盒子啊是超级赞啦。这幅画真好看，我还该画什么呢？来玩玩就好了。软软，看你招啊，我真爱恐龙，他们真的超酷的，如果可以当做宠物就好了。算了，我刚刚讲到哪？对好哦，看看 Grace， 她的想象力真是丰富，要是我能帮她一把就好了。让我想想啊，他一定会超爱这个的，可是好贵哦，我根本买不起，我该怎么办呢？等一下，或许我可以自己做啊，我只需要厚纸板就可以了。还好厚纸板我倒是挺多的，先从这个大盒子开始吧。先把剪刀拿过来，在盖子的上方斜斜剪一刀，一直剪到边角的地方，然后在另一侧做同样的动作。接着把我最爱的热熔枪拿出来，在旁边挤上热熔胶，不过别弄得到处都是哦。现在把两块盖子粘在一起，在这边挖一个洞，再用另外一个纸盒做出恐龙的头，这个放在上面，我还上了色哦。恐龙用绿色最合适了，用喷漆喷可以加快速度。还没做完呢，
在头顶的地方用热熔枪挤一道胶水，然后把这个刺刺的部件粘上去，看起来不错。现在盒子的后面也一样，从最上面一直挤到最下面，这个是用来粘尾巴的。现在要加上最后的修饰，来试试看吧，亲爱的。我的天哪，是一只恐龙哎！软软，天哪，离我远一点，我会抓到你的，好可怕啊！超需要去 SPA 放松一下的，但是又能怎么样呢？看看这些珠宝，我还记得我以前的首饰可是钻石和金链子呢，真是风水轮流转呢。这些还是很漂亮啊，你看起来还是那么华丽啊。你嘴巴真甜，亲爱的，我得走了，拜拜 Grace。 祝你有美好的一天，妈妈。我的机会来了，终于可以偷戴妈妈的首饰了。哇哦，看看这些首饰，我肯定会按模特儿一样美。妈妈还有什么呢？看看这些耳环，还有这些戒指。哇哦，终于回家了，感觉好像大人一样。妈妈回家了，糟了，这下子完了。Hi Grace， 我回来了，真想好好休息一下。我该怎么办？你这里一团乱的，这下我麻烦大了。快点啊！还是不行了，来个慢镜头吧。完美！哇哦！嘿，真的很酷哎！没想到真的行得通。妈妈，哟吼！他没发现我在这。等等，我可以用这块纸板，正好需要这个。把我的手放上去，然后沿着我的手挂，把手的外框描出来，成品一定超赞的，妈妈一定会很惊艳的。好了，第一部分做好了，现在要剪下来，然后在上面挤上胶水，挤在手掌上，记得要挤多一点，应该够了。然后把另外一个纸板手贴上去，接着就可以上色了。这个橘色好鲜艳啊，我真喜欢。留在这边等干，用圆形的纸板做一个底座，这就是我们的成品了。放在这边吗？哦，把妈妈给忘了，可不能让她停顿一整天嘛。我还有事情没完成，先走了。不好意思，让一让。糟糕，我都忘了，跑来跑去，跑得都肚子饿了。我需要吃个零食，而我完全知道该怎么办。相信妈妈不会介意的，给我吧。反正打算减肥嘛，妈妈。累坏了，让一切恢复正常吧。嗨，妈妈，这边是怎么回事啊？看看我的项链，你怎么搞成这样啊？别慌，一切都在掌控之中。那是什么？是给我放首饰的吗？真是个好主意耶。戒指可以放这里，好极了，这样所有的东西都又整齐又有条理，真不敢相信是你做的，你真是有才华哎。对啊，我是说，这真的超级方便的，对吧？一定要好好奖赏一下。啊，怎么会这样啊？真是奇怪。谢谢妈妈。嗯，我超爱巧克力的，真好吃。给你吧。谢谢你，亲爱的，来抱一下吧。哦，真是莫名满足呢，我超爱压泡泡纸的啦。哦耶，就是这样。嘿，你在干嘛？给我！你说的对，这感觉真棒。这是在闹吗？你已经有一堆玩具了耶。那给我！哦不，你敢？放手！都是你的错啦！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在哪里？瞧这些衣服。哎，我觉得自己真正哎。是什么？我看起来好像流浪汉哦，这真赞！我超爱这个化妆品的。这还真适合我的肤色哎。什么？这味道好恶！哎，不好意思哦，有些人真没礼貌哎。哎，我是史黛西，我超美的。我可没时间处理你的嫉妒心呢，我得专注在亮粉上。但该用它干嘛呢？哦，有了，我还需要点别的。嘿，管家，哦，这真完美。如果我挤一下，就会有小动物弹出来。这个时候亮粉就派上用场喽。把亮粉倒在树上，那看起来真有趣。然后挤一下，准备好。哈哈，这真好玩。下亮粉喽，我超爱的啦。
感觉真神奇。哇哦，他真幸运，瞧，哦，妆容效果也超棒的，我真是闪闪发亮啊，真惊人呢、啊。哦，真的，哇哦，我也想看起来像那样。我知道怎么样达成同样造型了。你叫我来看看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啊，小姐。我想来点娱乐，拜托你能帮我吗？你要的真的不多哈。来看看我有什么哈。哦，只有一堆旧垃圾。天晓得什么时候卫生纸会派上用场，对吧？这什么啊？这是要我怎样？哎，等等，我知道了，把纸卷在彩色纸上卷起来，然后用笔在上面画线，想让它看起来像木头。把煤气的气球放在管子里面，然后从尾端把它拉进去，把卡剪成爪子状，把它们粘在管子里面，然后在气球上面画个脸，想让它可可爱爱的。然后挤一下，嘿嘿，这真好玩。瞧他们弹喽，你做的真棒。可恶，里面肯定有什么能用的。哎，谁会把这个丢在垃圾桶里面呢？等等，真的得洗个澡。哎，等等，找到了，这正是我需要的，完全能用哎。就从纸板开始，在上面画点形状，然后剪下来，然后把它们给涂成黄色，凹槽可以让我们把它给接起来。接着呢，需要 DVD 壳，把塑胶盖放到纸板里面，然后来发挥创意喽。我手里面有这个可爱的狗狗图像，把手机放在纸板上，用倒影来画出狗狗，比徒手画简单多了吧？现在呢，来上色，真简单。我超爱数钱的，这是我唯一喜欢的数学。哎，看起来真棒，我也想要一个。钱总是能够解决所有问题。等等啊，我来想点更高科技的。成交。你知道该怎么办？保重了。我一直很想去旅行啊，这真令人期待。哇，真该带相机的。这东西要怎么开呢？这是手牌吗？没办法回头了，只好硬着头皮上了。真好奇会不会遇上外星人，还是让自己舒服点吧。哦，这该买把这种椅子来打电动的。哇哦，这真赞！启动发射程序，启动引擎，准备发射喽！还真快耶！等等，见喽！哎呦，这还真颠簸哎！哦，我都要晕车了啦！呕吐袋到底在哪里？嘿，我可以看得到我家哎！哇哦，瞧这个画面，真让人感觉自己很渺小。哇哦，赞呢，真美！我得找到降落点。嗯，这应该行。米奇的一小步，一二三 ，Go 的一大步。如果摔倒，就丢脸丢大了。真好奇我可以跳得多高，来哟！哇哦，这真是最棒的一天啦！哦嘿，有机器人呢，别动，你跟我来。我找你找好久了，你是我的了，抓到你了，我们回太空船吧。嘿，我终于回来了，这给你，希望你喜欢。这真的吗？这超完美的耶。这是你的奖赏，超值得的，嗯，钞票啊，来试试吧。当有了机器人可以帮我的时候，何必自己动手劳作呢？靠你啦，小家伙。哦，科技真是太厉害了。瞧，他在画画哎，真好奇是什么，就像是我的个人艺术家。哦，真可爱，这肯定会是个杰作。然后加上点颜色，这肯定会很棒的。接着呢，在脸上加点黄色，这真的应该在伊朗展出的。这真是可爱的红鼻子，瞧这些画，这我完全做不来呢。想看看我的吗？我们真是毕卡索啊！谁？爆米花，小心点呢、啊，留点给我。我来吃东西，无法说话，给我，给我。这真棒，何止呢？这太好吃了吧！这我完全吃不腻，真是我的最爱。只剩一块喽，拍子，刚刚还有剩一块，可不能忘了谢谢。
啊，真香！天哪，真是赞到一个爆炸了！真希望还有，至少我们还有汽水可以喝。哎，等等，你有汽水喝？我没有哎。嗯，真清爽，哦，超对味的啦，好嫉妒哦，这我真需要。哦，有够有够赞的，你干嘛这样对我啊？我想要汽水了。啊，那哪来的？滚吧，嘿，你喝吧。你试试嘛。不要，我才不要这样直接喝。怎么了吗？啊，好，好啊，好，我懂了。你想用杯子喝？嗯，好啊。来，好好享用吧。这是在闹吗？把那个给我拿走了。这哪有问题啊？我得打个电话。Hello， 我需要你帮忙。哇哦，这还真快，这可以帮我解渴。瞧这个可爱的杯子，感觉我真是巨人呐。哦，饮料，把杯子放在壶嘴下面，然后按下压嘴，水就会出来喽。干杯，完全没有虫子呢。啊，这还真棒。所以你不想要我的恶心瓶子就对了，我可以把这个变成其他酷东西哦。把瓶子放到杯子里面，然后插入吸管，它得穿过杯子跟瓶子，然后轻轻转一转。这吸管太长了，所以呢，把多的剪掉。啊，这什么？你可以用我的杯子。哇哦，谢啦！我只需要把盖子松开，这样子汽水就会流出来喽。我试试看。嗯，真棒。哦，等等，拿。哦，你留着吧。弄得我肚子都饿了。嗯，等等，米奇，那看起来也太糟了吧？你说什么？这玩意儿超好吃的，我还是吃我的香蕉就好了。你真的不懂得自己错过什么，这超好吃的。等等，你在干嘛？健康饮食啊，就这样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帮你吧。这个可爱的小家伙可以解决你的切片需求。你看，把香肠放在架子上，就像这样，然后把切片器给放上去。它可以把香肠切成一口大小哦，甚至还有位子放酱料呢。制作商接着还有什么创意呢？这个超简单的，你看起来就像这样。哦，我有刀叉。啊？你在说什么？等等，我知道你羡慕啊，看着啊，住手啊！这正是我所需要的。我把叉子上面的叉给转了转，这可以帮我的香蕉切片。你看，他还可以把切片给拿起来呢。我还是宁可用指甲算了。有很多东西都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轻松，但是每种华丽的小物都有同样有用的简单版小诀窍。你最喜欢的是哪个呢？留个言告诉我们吧。记得跟你的朋友分享这部影片，也别忘了订阅本频道，以观看更多相似的精彩影片哦。